还在忙啊，你们。哎，PS3 上面有那个吗？PS3 上面有那个麦克风的跟音效的那个输出孔吗？有这个东西吗？好了，就开始吧。哎，赤井睡了没啊？我去偷看一下。嘟阿包，以免他又说我偷跑。吃惊，吃惊，吃惊。哎，更新个屁啊！吃惊，吃惊。吃惊！好，开始吧。哎，对吼，现在是玩到这里吼，这里要怎么过啊？哎，我的那个弩枪跑到哪里去了？啊，这个、哦。哎，赤井真乖，说来就来。哎，药草差点忘了。哦吼吼！哎，昨天你才说，好像是昨天还是前天吧？你不是说我受不了，我去睡觉了，然后你才去睡觉，过没几分钟，威斯卡就出现了。Albert Whisker，你去看昨天的实况记录，昨天威哥有出现，还用很娘的动作跳了跳走。I will not allow you fools to escape. This is what you get for trying to oppose me. Now feel my revenge.
对，我可恶又变态，怎样？哎，也对，不要扭曲事实真相，怎么变我扭玩弄赤井？这样不对，这样我会有一点麻烦的。来喽！哎，等一下，还有一个药草，对不对？哎呀，让我走啊！哎，他就不给走吼。干！哦，好痛啊！不要扒两下就快死了。可以要求重来吗？我觉得浪费了这么多发火药已经够不值得了。哎，不是 danger 吗？怎么会死啊？干烧不死啊，克雷尔他妈的金钟护体啊！有没有怪啊？赶快来个怪咬我好不好？一定要快点逃离这里！算了啦，知道此处模拟器的大绝招啦 ，HL 大法。哎，还赤井，还是我就这样挂在首页的画面，就让你看威哥那张图片，看到你爽为止。你要看会动的威哥哦，那我找那个，我找。威哥的 GIF 档，不要啦！你要看洛基，去看那个啊！我还蛮想看那个叫什么，那个《雷神索尔二》，不是会有好兄弟的和大合作吗？不要啦，五代又没有那个。哦，不要，反正不要，我觉得五代玩起来好累哦 ，Begin 啊，如烂了。雷神索尔二好不好看、啊？我其实还蛮想看的。一代我第一集我就有看了，我觉得第一集好好看啊，雷神索尔好帅啊。可是我真的不能说哎、欸，第一集的时候看的时候就觉得哇，索尔好帅哦。可是第二到那个复仇者联盟的时候，我就奇怪索尔有这么胖吗？就是复仇者联盟的时候，我就觉得索尔没那么帅。干，我怎么看都是洛基比较屁孩，你还在骗？真的？我跟你们讲，我表哥不是我表哥啦，我亲哥哥啦。我哥哥去看完《复仇者联盟》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看完之后只有一个感想，我说是什么？他讲说，《复仇者联盟》《复仇者联盟》里面最强的是浩克。我说怎么说？他说，浩克除了他不会飞以外，没有任何人打得赢他。
然后我看完之后，干，真的觉得扯哎、欸，这么大只的鱼，他可以拿来摔，这什么烂，这什么烂片子啊！哎、欸，这是不是没射到他？鱼啦，那是鱼啦，而且干最后的时候，不是我觉得最好笑的，就是那个什么，不是最后洛基被打爆了吗？他不是躺在那个什么建筑物的那个顶端顶楼，就是有一层里面吗？然后他就在那边跟他说什么，哎、不是躺着，他那个时候还站着，他就跟那个浩克讲说什么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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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神，你们这群贱民，然后巴拉巴拉巴拉，结果浩克突然抓起他的脚，然后就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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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说好弱的神。然后那个洛基就躺在那边，那样还发出那个小猫的叫声，啊，超扯的。你们这群贱民，舔我的脚！安安叉3057261安安，钢铁人上哪来的浩克啦？还在骗？哈哈哈，怒博，哈哈哈哈，哎，这样这样我还真的蛮想看的、欸，怒博跟浩克单挑到底谁会赢？我真的超想看的。他不是只是跑去跟浩克讲一些什么巴拉巴拉，那个我没看啊，但是我记得他没什么戏份，他只是去讲话而已啊。看怒博跟浩克对打哦，有点想要投怒博一票哎，怎么办？哎、欸，可以不要哦，真的遇到那种为了咬妹子加速的僵尸，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怒我表示我会跳水，好啊，就跳水比较强，是不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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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took you so long? I was starting to get worried. No time to. 干，你还敢讲屁话？妈，不知道刚我在那边水深火热。Time to say goodbye to this death trap. We made it! Yahoo! Ugh, it's finally over.Claire, I'm sorry. I know I caused a lot of trouble for you. 真情大告白时刻。No, it's okay. It was hard for both. That's of okay. Us. Well, I really hope you find your brother. I know what it's like to be alone. Oh, Steve. So, where should we go now?I can take you anywhere you want to go, Claire. I hear Hawaii is nice. 安安 G O D D I E D D. You got it. 笑得好开心呐、啊！干，为什么他的怒博号？不是怒博号啦，为什么这边那个鱼根没有跑出来？这边不是一只鱼根吗？啊，各种机关、欸。This game is not over yet. Now you will see
what real terror is all about. 好烦哦，他。What the fuck? The cargo room hatch is open. I'll go back and check it out. Thanks. I've unlocked the cargo room door. 也对啦，啊，各种歪哥奇团烂事情，通通都是我去看啦。干嘛了？你到底这边干嘛？就只会打酱油？我勒个擦！欸，昨天有人建议我说这边就可以准备榴弹枪欸。玩到大概五点多吧。就收好了，想要拿一场首胜啊！干，结果我租了那个吸血鬼的 skin， 租完到现在我还没玩到半场，真的是这什么鬼啊？也对，哪像李阳就负责耍帅就好了，根本机车。哎，也对了，他会进化了，你神奇宝贝哦，皮卡丘，他都就会发出那个音效，皮卡丘。哇，好疼啊！哎，卡角落，哇干！等一下，等一下，应该 danger 了，应该 danger 了，呜呜呜呜呜，皮卡丘！哎，最好是我干！哎，可以不要一直这样子。用出这种无耻连击吗？这样谁挡得住啊？啾！啊干！嘿嘿嘿！我不要下去！我不要下去！我不要下去！啊！啊！哈哈哈！啊！死了！太快了！等一下，我可以要求慢一点吗？你这样就这样把我活活的劈死了，你真的好意思啊？哦，这什么烂 game？ 再来配个火焰弹什么的，射一发跑一下。我知道，问题是我枪都还来不及收起来，他就已经冲过来撞击了欸。不要逼我哦，我要挑战拿小刀砍王哦。那你们可能看到2014年的10月3号，我还在玩这款游戏，永远破不了关。哎，对，闪现强，豆豆你也赶快去买那个啊，一定要买一下小二热刺手的啊！冲刺，快快快！我在等你冲刺。哎，我不是闪躲了吗？哎，等一下，不要！哎，怎么是拿这把？等一下，哎哎，等慢点，慢点，慢点，别急。哎，这躲不掉啊！对，还有 combo 哦，根本还没站起来就挥下来了。所以这边是怎样？有技术吗？真的有技术吗？这边真的可以靠技术打赢吗？我看只能蛮干吧，两个字，蛮干吧，蛮干。
绿色是什么啊？哎、欸，哦，这个好像有点强哦，对那个什么 BOW 专属。好啊，我去看一下，看专门打那个生化兵器的子弹。哦，这开门好拖台前哦，可以别这样吗？哎、欸，他好像看起来有点痛、欸，赶快啊！我在等你攻击啊！对啦，你就都不攻击啦，那我这样走位有个屁用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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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吐我丢！耶 ，BOW 专属武器，哎、欸。哎、欸，等一下，我看一下。哎、欸，这给你劈的、啊！哎、欸，这不是对 BOW 专属武器吗？我射了三发，他没死啊！哦，又来了啦！看我的燃烧弹！哎、欸，冲撞 OP， 冲撞太 OP 了，冲撞太 OP 了！啊啾！呜呜呜！哎，这感觉再被砍到一下我就死了呢！啾！啊，没打中！啊！干！哎、欸，榴弹枪的那个补给时间太久了啦！谁说榴弹枪比较好用啊？根本炸漆嘛！破出去，我要把我全部的家当都带出去。妈的，一定要打死你！啊，填弹也太慢了吧！那个是太慢了，太慢了。哦呦，然后这 boss 还有这种无耻撞击，也对。哎、欸，等一下，乖变兽啊，乖变兽，等一下，大哥。哇！最好是吃这招吃不怕的。哎、欸，没子弹啦！救命啊！干，这一管来了，这一管来了，真的是……哎、欸，这个原来是这样发射的，我也是按着连发。干，武器各种雷啊！啊！哇！哎、欸，我快被活活劈死了！他好耐打。等一下，要求暂停了、啊，你打屁呀、啊！我干！好啊，我就最凶猛的加量都拿来了，还是打不死他。这游戏就这样啊，框我啊。
先推他出去，问题是他会冲刺啊，太远那就用冲刺技啊。哎，对，扑倒他墙，然后呢，跟他拉鸡吗？咻！到底有没有打中他、啊？哇塞！快逃啊！哇，死了！干，我身上就没有更凶猛的武器了吗？对，我干脆叫拉姆斯来，叫拉姆斯帮我先嘲讽他，然后反弹他。他一定是出无尽之刃装在右手，还是他右手那个是小红爪？这样子说来，克莱尔就是野怪咯，哪有这么萌的野怪？真的欸啊呃啊哇，要求补血，要求补血，我干！哎、欸，打人下飞机犯规啊！好，算了。然后马上补血，马上补血，都已经习惯你的攻击套路啦，你这菜波波。哎，他那个根本就躲不掉啊，他就只能，根本就只能硬扛啊。哇！哎哎哎，一定红血了！你看，我就知道。
哇，干这个哦，这个靠下去。哎呀，没有王被打都不会红血，八卦、啊。哎、欸，我真的觉得卡墙那个真的很下流哎、欸。砍他后颈，他不是巨人啊。啊呜！推推看，推推看。哎、欸，原来早就可以下去了，我浪费那么多发子弹。What was wrong? Oh, nothing. Just a giant cockroach that had to be stepped on. 干讲得很轻松，你知不知道握摇杆的人很痛苦啊 ？What's happening? I don't know. The plane just changed direction on its own.It's flying in autopilot mode. I can't switch over to manual control. My apologies, but I cannot let you escape now. Alfred, you cross-dressing freak!他心中已经想着干，可恶！哎、欸，想干嘛？别乱来哦！我劝你别乱亲我们克莱尔姐姐哦。安安 ，Dragon 一二四。还摆一个帅气 pose 是哪招啊？Hey, where are we? Huh? Latitude 82.17 degrees. That's the Antarctic.We're over the Antarctic. What? 屁啦！这台小飞机油那么多，可以直接飞，随便飞都飞到南极去了。Hey, those are the seaplanes that left the island right before us. Then that must mean this place belongs to Umbrella.哈哈，搞不好飞机里面有御寒装置吧，然后一下来就会突然觉得哦，就刮一刮。后篇开始。搞不好像直升机这种东西，搞不好就没有啊，对不对？谁知道啊？也搞不好没开啊。Who knows？ 那换克莱尔想去亲他，我想应该是不会啦。啊，你醒醒吧，啾 ！Hey， wake up， Steve。We're still alive。啊，克莱尔卖萌的坐姿。哦，赞哦！
Thanks. 哎，也对，他们都下飞机没有空调了，还不是一样没感觉到很冷？特别是克莱尔，他也穿露出小肚肚的衣服。Oh, plane's trashed. Well, let's split up and find another way off this oversized freezer. Right. Okay, let's do it. 也对，看看我身上。哎，对，剩这样子而已，穷酸呢。穷到不行的装备啊！哒哒哒哒哒，嘎嘎嘎嘎！我已经在想明天早餐要买什么嘞。哎，真的，我不是很愿意这样，你知道？但是我真的现在只能变早餐台了。我不管再怎么拼命，再怎么早回家，我开台开完就是天亮，干！我只有一个字可以说啊，干！我不想这么晚收台啊！这什么屁房间啊？哦，亮晶晶来抬几个啊？哎呀！哎，他不是会站起来吗？哦，对嘛，骗我没玩过《二零古堡》。啊！哎，等一下，哇！哇！轮奸呐！这什么烂游戏啊！啊！啊！我快不行了！好好啊，就是为了捡那个妈破东西，耗了我不知道多少子弹呢。这就是恶灵古堡啦。我懂了，根本没捡到几个屁东西。哎，对不起，我收回。干，怎么这种地方会有色带啊？很残忍的样子。什么叫很残忍的样子？地图哎 ，carry。一定要乱枪打鸟啊，不然叫我该如何是好？只能在那里等死吗？棒棒！咚咚 ！Jones 1230 Jones 123 Lilo Good morning。好啦好啦，不说晚安了啦，现在都几点了，还在晚安？干，好恶哦，还在上面产卵呢，我看到了。现在算迷路几点的啦？半夜4:50，来喽！哎哎，不要啊！不要在我身上产卵啊！啊，我背后一颗卵，那什么小啊？哎，快让我走啦！你们在那边，啊！
安安 K O C S E Z D， 早安。我是被二零古堡虐到不成形的肥仔。蒸饺汤包，哎，大半夜去哪里买啊？我知道哪里有永和豆浆，赞。哦，睡哦，补血来一发。哎，只有一株哦，我以为有两株哎。哎，这边有那个符案图案呢，不是符案。等六点开店早餐店吗？还是哎、欸，我一你知道我上次啊，就是大清早然后去买早餐，然后我原本还想说，哎、欸，早餐店感觉不是应该很早就开了吗？然后我就想说五点就去买，干，结果五点就开的早餐店原来是罕见的，你知不知道？大部分早餐店员都六点才开店，哇嘞个擦嘞！哎呀，对死路耶，居居。这到底要骗我几发子弹啊？哦，好耐打哦，干！哇、哦，这样又弹刀被咬，这游戏真的是各种骗啊！我也不想玩二零古堡了吗？我觉得二零古堡好骗哦。永和，哎、欸，世界永和豆浆大王是不是24小时啊？呜呼呼！防毒面积，哦哦哦哦哦，大只的大只的，干还来两只，咬死我！哇，挡不住啦！条码，干世界永和豆浆大王，我就觉得虽然那个好像是标榜最好吃的永和豆浆，但我真的觉得那个没有很好吃，我觉得那个还好而已耶。中毒了，干，哎、欸，中毒会死掉吗？啊，这边怎么有脏币？操你妹！那中毒有什么影响啊？我看武器是哎、欸、，weapon。好黑哦，这太黑了吧？这动作变慢，我觉得我还是很灵敏啊，比荣翔还灵敏。是僵尸动作变快吧？哎，也对，我干嘛关海幕那么黑？我也不想啊。哦，好黑哦，连我自己都看不到，哪有僵尸啊？啊！干！
哦，这样也可以咬到我，干！好黑哦，我什么都看不到。什么？意思是中毒不会自动好的意思吗？到底你扮谁来看？我个家己是我的死啊！我靠！我手手那塞的，这真的太夸张了。我已经经不起给人咬了，只好把你们全部做掉了。干，果然快死了，要死我！呜，没有吧？有 hunter， 我刚刚早就被秒杀了吧？那这，我就啪屁股，然后我的头就跟身体分开了。哎，怎么办？我玩的快没弹药了，我可以重改吗？我想玩 very easy， 我只求破关啊。我不想当专业级玩家，专业级玩家太痛苦了。这里有什么？这里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可以拿？可以拿？干，这不是专业级废物小光吗？敢呛我？我马上反咬你两口欸，也对啊，克里斯就比较带赛啊。八个凹槽，哦，这边就有条码，拿了一个八个凹槽。欸，好啊，好歹说我是欸，这边有门，干，这边有门，谁看得到啊？我靠！啊，有小高干，救啦！好啊，就是不想让我这样。欸，还有第三只狗 ，What the Facebook？阿香呐！哎，三只狗，这就有点不够意思喽。哎，这边应该就只有这个吧？这边就只有这个吧？不要跟我说这边还有其他东西要拿，会翻脸的。救啦！干，有没有找不到出口的八卦？出口在哪里？出口在哪里？门呢？欸，狼七八五二二，早安。哦，我这再给他咬下去，就惊讶只有"毙兵"两个字可以形容，没啦，
就毙命两个字啊，没啦。看有没有恶灵古堡都看不到门在哪里的八卦啊，这什么怪游戏啊。这可以用了吧？屁啦，没有攻击电力。刚刚我不是用力个嘎七了、欸？还在片里面有三个是想逼死我是不是，我三个还没按完我就先被狗咬成七八烂了，不要咬我的背。干掉去这里了，这边好像刚没去逛过吧。没啊，我白惊人啦！你真正是妖兽的。要、啊、给我这么多色带是要干嘛？就是意思就是你赶快给我存档哦，你再不存档，人家狙掉喽，会狙狙的哦。没有啊，哪来的什么屁石头啊？干，这里放绿草，还两个，好险！我那边当作在玩那个，当作在玩仙剑，有没有？看到什么就一直给他，就是沿着墙边乱捡这样。咔嚓，322370 ，Good morning。哦，太黑了，真的是东西看不太到哎。所以这一层楼只有这边有屁用而已。然后，哎，看这里东西就这么少了，我还可以卡关哦。每次开台，我都会有一种，就是这种时段开台会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随着越来越早，有没有？就是可能三点刚开台，十个人、二十个人，四点三十个人，五点四十个人，六点七点，那随着时间越早，哎，来的人就越来越多。那个亮亮的箱子不行啊，僵尸在里面，我进不去啊。哎、欸，所以是不能回到那裡。哎、欸，这边可以用吗？啊、不行。不行啊，恶灵古堡是粪作啊。好啦，听说我记得听说圣女密码算是就是原主恶灵古堡系列里面最优质的一款，听说啦，很多人都推这款，但是我被虐的妈屁滚尿流，被虐到快失智了。干，这样也有啊！真的是当作在玩仙剑欸，到处点就到处有东西可以捡欸。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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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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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169公分，哎、欸，他只比我矮1公分而已，哎，可是他体重只有还我还要再减10公斤，哎，他身上还有胸部跟屁股，他还要再减10公斤，干，他不就跟骨头一样了？哎、欸，走开啦，我要进去里面，你们在那边乱撞。可是克莱尔从这个模组上看来，感觉又不像平乳，所以他身上根本没什么肉了吧？哈哈，还是那个是胸罩撑起来的。No， 是鼠屎 ，Double 冒屎安安，也对，在僵尸满天飞、僵尸蛮横闯天下的时候，你还有空穿那个穿胸垫，你真正蛮厉害。这边也没东西可以拿啦。啊！不要啊！水饺店是什么东西啊？其实我没那么内行的啦，你们都有点太看得起我了。哎、欸，为什么他背后那颗还没长大？哦，他刚没中到，刚还有人草没中一半的墙。他刚刚说我电源没开启，可是我电源明明就很用力的给它起落呀！你可是给他骗，你骗我是笑的哦、喔，当我是白痴哦、喔。不会，那通常不叫卖水饺的，那个可能直接叫八方云集，或者叫四海游龙。他可能除了那个之外，还会卖一点543的，例如说卖锅贴啦，还有卖那个卖牛肉面啊。他不会叫水饺店啊。还、啊、有一些比较高级的，像四海游龙，最近还会卖那个，哎、欸，不是，像八方云集还会卖牛肉面，根本就厉害。哦，好黑哦，干！我可以回到一开始叫那个黑人把他那个打火机还给我吗？我真的有点需要。哎、欸，我乱按也有东西哦，干！哇 ，AK47 耶 ，carry！ 然后呢？我要怎么引爆他？哎，门在哪里？
啊，那个不会爆炸，我要怎么让它崩嘎？而且我那拿一个条码要干嘛？拿来贴在他身上，我贴，我贴。对，克雷尔卖多少？像这种妹子，身高169，然后体重50几，然后身材长这个样子。大概目测年龄大概20岁左右的妹子，你们觉得可以花多少钱买到她？电玩修个楼贴在咪咪上，好像有点专业，太强了。我没去看过电玩展，所以我没有实际看过 Showgirl， 就是该哪天真的该去看一下了。跟嘟包说啊，我去看电玩展哦，最近朋友约我去电玩展，然后实际上去看妹子。发电机开始工作啦，没错啊。问题是，这里有什么？但这里有药草。火烤就是美味。哎，干！开枪意外发现地上居然有，真的假的？你游戏来了、哦？刚到吗？是现在刚拿到手吗？还很热那样子吗？就上面还有那个。上面还有运送问奖的那个，上面还有问奖的体位吗？干这什么？为什么我刚刚都没看过这个？哦，提更啊，睡战，天亮就是美味。哇，这里好多补给哦。快打开啊！快开 online 啊！看能不能玩啊！来连线啦！问奖就是美味啊！没有，不是啦，就是他可能你们不要想那么奇怪，什么叫强暴游戏？他可能要运送的那个货件很多啊，他可能同时要拿2-3个货件，他就只好先把游戏夹在他的腋下。你没有同时拿过很多东西吗？是不是腋下就是你的好朋友，先夹在腋下上面？你们这群人真的这样不行啦！问奖位是什么体位？不是啦，有点强哎、欸。问奖位是怎样啦？问奖位就真的有点太 carry 了。您意下如何？有点臭，还好有喷那个防汗剂啊，对，不至于太臭。再这样可以吗？干那小小 key 啊！
哎，有没有人？有没有那个好不容易拿到道具了，结果？哎，有什么好假扮的？扮来扮去还不是道。你穿着大红豆皮，那可能会有点紧绷吧？不是，我是说胸口有点紧绷啦，对不对？我没有那个意思，你懂的。欸，他们都不会咬我欸，他们到底在干嘛？亚美龙，他怎么在我面前跳恰恰？他在干嘛？你看他在跳舞，他在跳舞。不要啦，你又看不出来我弹药很缺吗？还把帝都打到爆浆。哦，好亮哦，灯火通明。哎，不要啊，你又在我背后做什么啊？你这个派金啊。棒棒。哦，好亮哦，灯火通明的感觉真好。那木兰飞弹169公斤，然后体重只有57，你确定他有木兰飞弹吗？啊，那地图只是贴着给你当海报用。你最好是玩游戏的时候还在翻开那个地图找你在哪里啦。游戏里面就有那间地图，上面会附注你在哪里，你还不用找你在哪里。是很亮啦，可是感觉好像没什么小用。电脑还不是不能用。感觉里面就藏着一只脏笔啊，这没什么好说的啊。啊，克莱尔比你胖，你跟克莱尔一样高的意思吗？不太可能吧。哎呀，没了！哎，对哦，你170整，然后呢？所以你要我下一句接着问你体重多少吗？这不太礼貌吧？哎，世锦说你体重多少？哦，好亮哦，灯火通明的感觉真好。干，可以不要这样吗？为什么你们都那么高啊？我好有压力哦。小红豆，你是我们最后的依靠了，只有你没那么高。哎，没有人问你，你太高了，175是怎样？什么？为什么关我屁事啊？脱衣舞店只有一间，我觉得不够，关我屁事！不要这边砍头，搞细沙，关我什么底？关我什么底带？总该可以开了吧？
欧元太高了啦。加油，再撑下去，再40分钟，早餐店就开了。或者是你有另外一个选择，现在拿起你的手机，40666888拨下去，要什么有什么，外加35元运费，您就可以吃到任何您想吃的麦当劳餐点。也许要有亲切的外送员送过去，也许啦。他到底怎么知道破墙而出啊？哎，冰旋风半夜没有？我送过去是这样，如果我送过去，你告诉我你在哪里，我可以帮你送，但是你要付我油钱。而且我先说，我人住在台北市，你给我跟我说什么你在桃园，我就一掌打死你。哎、欸，有没有好不容易通电了，还是不知道怎么过的八卦、啊？你在桃园哦？在赛啊！这个真的不把你禁言，对不起我自己。迷路啦，不知道要去哪里啦。哎，我最近好多朋友，我们店副理去日本回来，然后我现在有一个同事也在日本，然后你上次也从日本回来，我最近身边一狗票人从日本回来，真的有点刷，大家就爱日本欸。谢谢这张裸上身，假赛 ，Bacon。讲到日本，我还是只想要去看那个日本的城堡。就那种以前日本大将大，还有那个皇帝在住的那种城堡，哇、哦，感觉好刷。哎、欸，那灭火，我要怎么帮他灭火啊？还在那边熊熊燃烧。哎、欸，听说那个日本那个风俗店啊，你要会讲日语才能去、欸。哎，你不能公公哎，就说我要去，然后就让你去，好像不行哎、欸。你要会讲日语，他们才可以接待你。不然你不会讲日文，就不能去。用灭火器？我的置物箱里面有灭火器吗？我不知道啊，我只听说的。我听说他会要求你要会讲日语。不晓得是因为这样啊，还是我还是因为这样子，那个妹子才能跟你聊天，我忘记了。LJJ 早安。啊！不要啊！有灭火器吗？GTA 5 Online 啊，就不能玩啊！我刚刚就有开啊，连不上去啊。不是啊，现在那个不是重点啊，重点是我卡关了。哈，所以呢，意思就是我这辈子都拿不到那把沙漠之鹰了吗？
问题是他后面还有一个门，他后面有一个保险箱，就是刚刚他撒那个什么，他放一个什么引爆器的那个要怎么办呢、啊？黑仔熊现正卡关中。哎、欸，现在到底要干嘛、啊？为什么我卡关了、啊？你记得要打蜘蛛，我听你在那边炸欺，随便听都知道你在喇叭我，走开啦！不要卡在那边啊，好恶啊！哦哟，在那边跳恰恰，我去你个橄榄趴，又卡住了啦！哦，哦。哎、欸，卡住啦！救命啊！好啊，这边就没什么屁用，硬是要耗我那么多血啊，击败啊，不爽，出绝招，送啦！魔灵七万岁！爽！为了破关，这是必备的技能。反正我又不是专业级玩家。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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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嚓哒哒。所以现在到底要干嘛？我身上唯一比较特别的道具，也就只有防毒面具没了。上着锁，找不到钥匙孔，然后这个也没办法用，然后这个也打不开。奇怪，我记得我第一次玩的时候，好像也在这边卡关卡了，
卡蛮久的。有没有跟那个、啊、有没有跟那个小屁孩交换的按钮啊？要不要按下某个按钮就可以。